原来哦，一个人一世人会当好好爱一个人，介意一个人，这是一种幸福。以后我真少介意，就要接受我嘛。妈，你是妄想？我妄想，你笑死老母！你的目睭呢？我一世一日给你等爹分手，你的出现就是你不好的缘由。我一世人都无可怜你。 每礼拜到拜五暗时10点，牡丹花开。感谢长春微笑赞助影冠名赞助播出。